护理师求救后失踪两天，陈尸出海口。台东基督教医院这个女护理师前晚打电话向朋友求救，我车祸了，但不知道在哪。之后她人间蒸发，亲友报警PO脸书协寻，警方今天终于在出海口找到她的遗体。警方搜寻东河乡入船桥，的确有机车自撞，但其实不见踪影。今天下午一点多，在50公尺外的出海口找到护理师尸体。由于疑点重重，建设人员到场采证，警方还在厘清死因。突发中心台东报道。